啊，那佛就更好了，更简单了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六个字就是一句咒语。那咒语是越短越精彩，越短力量越大。啊，所以念佛这个念经不如念咒，念咒不如念佛。啊，可是这一句名号的功德利益，你了解的越多，你的信心越深，你的愿心呢越坚定，啊，绝对不会动摇。啊，坚定的信心，相信这一生当中决定得生净土。啊，而且有时候还可以说，我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。啊，念佛只要功夫到，什么样功夫？不是太高的功夫，功夫成片就能随意往生。啊，还有寿命可以不要了。我相信啊，像郭罗匠这个修无师都不是寿命到了。啊，不要了，就走了。啊，他在那个地方表法，啊，在持传戒道场里面表法，啊，示现念佛往生，啊，给大家修行做个证明。啊，锅炉匠也是表法，啊，身体很健康，没有一点毛病，怎么说走就走了？啊，真有这个功夫。他留在这个世间，觉得没有什么可做的了，他就走了。啊，佛就来接引他，想什么时候去，佛什么时候就现前。你说你多自在啊！啊，念佛法门无比的殊胜。至心舍念必生。